那个票房破亿，你想要怎么样？我以为你要挑战一个人看，就是一个人看头去。我不要。如果破亿的话，我宁愿公开我男朋友的照片。Selina 今天要看，终于要看鬼片的心情，其实我蛮兴奋的。你也没看过吗？没看过。我不打算就是一直看，对不对？我想说，但是我觉得自己，我本来就一心觉得我连看都不想看，可是因为已经适应了，我就觉得哎，好像蛮值得一看。对啊，自己演的一定要看一下。对，然后也想看一下自己在就表演是什么样。我帮他们问好了，你看鬼片会有什么反应？就是我要先知道，然后我想说要坐你旁边、哦。对，没有，因为你们得坐我旁边，你知道吗？你会这样说，我一定会，我会手跟嘴都会很想要，你知道，手嘴并用，手抓然后嘴咬。我本来是真的想要戴耳塞，可是后来想说，音效花了那么多钱做，大家等一下会不会在影院一直听到你尖叫声？那我尽量忍嘛，因为我那天真的我在有一个节目上，然后看到了完整版的预告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，而且在节目上我就真的吓到，然后我就叫，所有人都因为我的叫而吓到，然后他们就觉得，哎，你不是里面的主角吗？你怎么会好像一个第一次看到的观众？我说，因为我真的第一次看。其实我比较担心我爸妈，因为我爸妈你知道老父老母了，都70岁了，然后他们要来，敢看鬼片的吗？我们一家人都不太会看这个东西。对，我爸妈，还有我妹也会来，让我爸妈见识一下你们生的女儿在荧幕那么大的里面脸有多大，没有白生啊，很有分量、啊。其实我蛮希望坐在我妈或我妹旁边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保护我。我妹感觉是蛮我们家最大胆，但爸也是胆小嘛，还好啦。其实我爸，他是会尖叫人吗？会娇嗔这样？不太可能，人吧觉得哦，有点可怕。哎，那个票房破亿，你想要怎么样？我刚刚是有说了，但是你们很慌。我说，我就跟导演说，如果真的票房破亿，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剧的那个版权卖给那个爱情动作片，然后或者我们就来拍一个爱情动作片版的头七。我以为你要挑战一个人看，就是一个人看头七。我不要。如果破亿的话，破亿为什么要为难女主角呢？我真的不行，我宁愿公开我男朋友的照片。还没上映就已经卖蛮好，我未上映就已经300万票房了。对啊，先选好。破亿也现在300万，亿是什么概念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可能今年人家4月5号就破亿哦。好，那还是不要。还是一个人看好了。不行啦，一个人看那不行啊。好，那一个人换男友了啦。公开男友照片。那我不能叫他跟我一起看吗？然后再公开照片。也不行啦。就是你们一起现身包场就可以公开啦。对啊。但他还是可以戴口罩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他也可以戴眼罩。他也可以当黑面人。OK， 没有，大家不想看啦。我知道了，破亿的话，我就努力瘦10公斤，这很难吧？这真的很难，不要了，那5公斤。有那种被开玩笑，然后真的是开过火，然后让你觉得有点生气的这种经验吗？有啊，我的以前那个工作人员，男生啊，然后做活动的，就讲话就比较就是你知道海派。那阵子，反正我也是也蛮胖的，然后脸就是不止圆，然后就是又方又圆这样。然后他就一直笑我，人家贺一航，但没有说贺大哥你不好，贺大哥你很帅，就是，但我是女生嘛，被说像你。然后他就一直说我像贺一航，真的讲到我真的暴怒，然后我暴怒就是大哭，我就瞬间爆哭了，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。工作人员就有道歉吗？他当然吓到了，因为我整个大哭啊，就是我这个人我气好像比较不会就是这样爆炸，我就是眼泪都会先喷出来。you